各位，我是小提琴手葉紹羲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想拉二重奏，但找不到人跟你一起夹呢？如果有的话，那这个节目就啱你了。因为在这个节目里面，我会跟大家一起去拉二重奏。我呢就会拉 second violin， 那你呢就会拉 first violin。这个节目所用的谱呢是可以在 IMSLP 那里是免费下载。或者如果大家喜歡的可以看著螢光幕和我一起拉。但是在未開始一起拉之前，有幾件事想說的。第一，就是在這五首歌裡面的 repeat 我們全部都會做。第二，就是在每首歌開始之前，我都會給兩個小節的預備拍，即是如果它是四四拍子的，我就會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後才開始的。有時呢不是同一時間開始的，可能是 first violin， 即可能是你開始先，那我呢就會給你一個 cue， 給你一個 signal， 你的可能是一二三二二三八，給一些信心，即使我不是跟你一起開始都好，給一些信心。還有另一件事的第三件，就是大家會在那個樂譜那裡呢久不久會見到有一些箭嘴的，而那些箭嘴呢就是以防大家拉拉下的時候可能衝快了或者慢了，那要來對位用的。那些箭嘴的位置呢有時是正拍啦，有時呢是可能是個 upbeat， 即是可能是第三拍或者第四拍，視乎那首歌是多少拍。
2, 3, 2, 2, 3.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剛才那五條二重奏呢？這五條之中有沒有哪一條你是特別喜歡呢？或者大家對我的那些紅色的箭嘴啊，會不會覺得需要多一點或者少一點呢？可以在個 comment 那裡告訴我。我是小提琴手葉紹羲，下一集再跟大家見面，多謝。